据我了解，中国海军作为本届论坛年会的主办国，向所有论坛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发出了邀请，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菲律宾没有来参会的具体原因。但是我相信，在参会的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共同努力下，本届年会一定会为增进海上安全合作，增进我们成员国观察员国的相互理解信任，注入很多正能量，取得很多成果。